咱们把书翻到第三十五页，第三册书的第三十五页，咱们来学习第八课的内容。大家看一下书啊。第八课呢，所讲的是科行、歌行还有科行的这个字符，满文字符与这个的向上接字的这个规则，向上接字规则。那么咱们把科行、歌行和科行，咱们复习一下。科啊，科，歌。喝啊，科歌喝，然后是踢滴滴，吸啊，踢滴吸，呼呼呼。呼啊，呼呼呼。那么，科的头啊，科的头，科行的头，科行的头是这样。那么，写到这里呢，就写到书中线就截止了。到这儿截止了，我用一个红线呢，把它杠上啊，把它杠上，做一个标记。那么它呢，如果向上接字的话。向上接字的话呢，它的变形规则啊，它的变形规则。那么上面呢是有这个文字的，是有字母的，是吧？上面是有字母的。那么它呢，从上面的字母写下来，接这个科啊，接这个科的头，需要这接齿。那么现它是啥呢？就是啥啊，那是另一个事儿。那么它往上接，直接接上去就可以。从这个可以看出来，它直接接上去就可以。那么对于歌呢，是同样的道理啊，是同样的道理。歌哈、啊、是同样的道理啊，写到这个书中线就截止。那么它呢，向上接字的时候呢，如果上面是有这个字母的，那它呢就直接把它接下来就可以，直接把它接下来啊，直接接下来就可以，写到书中线截止。那么喝行，喝行的头呢，也是一个道理啊，也是一个道理。写到书中线接嘛，然后向上接字，向上接字呢，假设上面如果要是有字母的话啊，有字母，那么呢，从字母往下写，直接接这个喝行这个头啊，喝行头，非常简单。那这个呢，就是这个科歌喝行的这个向上接字的规则，它与这个八行和歌行呢非常的相似啊，与八行和歌行非常的相似。那下面呢，咱们就把这个接一下啊，那么我把它写一下。首先呢，它科和科接在一起啊，科和科接在一起，那上面呢直接接下来，下面接着就行了。科和科接在一起啊，科和科接，把这个尾巴去掉，直接接下来就可以啊，把这个尾巴去掉，直接接下来就可以啊。那其他的呢？歌行、和行就一个道理，是吧？歌与歌接，点儿不要忘了啊！歌、
苛刻啊，苛刻，哥哥，哥哥啊，哥哥，喝与喝结果。读一下，苛刻，苛刻，哥哥，哥哥，呵呵，呵呵，啼啼，啼啼，滴滴，滴滴，嘻嘻，嘻嘻，啊，嘻嘻。那咱们接着往下拼啊，把这个查。直接接就可以了，一笔写出来啊！这个两个摞在一起是一笔写出来的，我的粉笔没有离开这个黑板啊，没有离开黑板，笔不要离开纸面啊！再看一遍，孤与孤解，孤固啊啊，绕着的下来，撇过来，再回笔圈过来，绕着来下来。点点，古故啊，古故，如果没看清再来啊。忽与忽解啊，忽啊，绕上来下来，撇过来，回笔圈过来，绕上来下来啊，加圈。忽忽啊，忽忽，苦苦苦苦，古故古故。呼呼呼呼啊，这个就是他们的这个接字的规则啊。唱调啊，唱调。那么咱们把书翻到课后练习题啊，咱们来做这个接字的这个啊，来做这个拼合的这个练习。拼合的练习，第一个猪和喝解，猪和喝解，猪和喝解，拼合成猪喝啊。祝贺啊，拼到一起，祝贺。突和低解，突和低解，拼成突地，撇过来，写个低，土地啊，土地，云的意思，云彩的云啊。木刻，木和刻解。接到一起的那个木刻啊，接到一起，直接接刻啊，木刻啊，呃和鹤接，呃和鹤，
接着哈。阿赫啊，阿赫，坏的啊，阿赫。车和库接，车和库接啊，车库。多点车库啊，车库，车库。下一个，阿和哥接啊，阿哥，阿哥啊。阿哥，阿哥啊，阿哥的意思，阿哥，这个接写呢，咱们就还有两个啊，这些大家看一看啊。一个阿突啊，阿与突还有库接啊。那对于这个突呢，突的字头呢，要把它变成向上结字的形式啊，向上结字的形式。库呢，就直接往下接就可以了，是吧？那我把它连起来。阿突库啊，阿突库啊，阿突库，阿突库啊。你呀，你赫，你赫，你耶和赫接一起啊，你赫，你。回来写耶，然后写赫，捏赫啊，捏赫，捏赫啊，鸭子的意思，捏赫。来看一看自己有没有写错啊。然后把书翻到第38页啊，把书翻到第38页。咱们接着来做这个拆分的练习，接着来做这个拆分的练习。我把这个单词，这个词呢，抄到这个黑板上。第一个，遮客。遮客。德赫。德赫。德布。遮客啊，那么分呢，应该分成两节，一个是遮和客拼在一起的啊，遮和客，遮和客拼在一起的。第二个的赫，的和赫拼在一起的，的和赫拼在一起。首先是的，然后是赫。歌和赫拼在一起，第三个是歌不，歌和不拼在一起的，歌不，歌和不拼在一起的，歌，歌，不拼在一起，歌不，歌不，第四个啊，鸡赫，鸡和赫拼在一起的，鸡。鸡和鹤拼在一起，鸡鹤啊，
第五个，不乐库不乐和库拼在一起啊。第一个是不乐，就是库，不乐库啊。给我读一下啊，这克这克的赫的赫，歌不歌不。鸡鹤鸡鹤，不乐库不乐库不乐库啊，不乐库啊。好了，把它擦掉，还剩几个，咱们一起把它做完啊，一起把它写完。剩三个啊，把它写下来。拉稀糊的啊！扯七克啊，鸟雀，扯七克，那咱们就先写这个扯七克，我这写忘记了啊，落写了，漏写了啊，漏写了。那然后来说这个扯七克啊，补了库之后，扯七克，这三个音节，扯七克啊。那么第一个呢，扯。车，然后是七，最后是克，啊，车七克啊，车七克，下一个啊，不，叫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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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第一个是低，对吧？叫落，叫落啊，叫落，叫落，第一个是低。低啊，低，哟，哟，然后是落，九落啊，九落，九落，下一个啊，下一个，九落，下一个，波勒克，波，这三个音，波勒克啊，波勒克，这三个音节，波勒克啊，波勒克，第一个呢，先是波。先是波，然后是乐，这里是克，波勒克啊，波勒克，波勒克，跟我读一遍啊，车七克，车七克，车七克，叫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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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波勒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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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的，咱们第八课咱们就学到这里。我想大家已经掌握了科行、各行和科行的这个接字规则啊。这一课就到这里。